大家好，我是战勇。本期视频分享一道沙姜蒸生蚝。蒸出来的生蚝呢，如何肥美多汁，后味甘甜？下面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。往往家人们都在吃的是蒜蓉蒸生蚝，今天我们就来尝一尝这道沙姜蒸生蚝。在炎热的夏季，经常吃沙姜蒸生蚝是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几个新鲜的生蚝，我们先用工具沿着生蚝的边，把生蚝这个盖子给它翘起。翘起之后，我们看到了今天买到的生蚝呢，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，看上去就很不错。一一处理好的生蚝呢，我们先放到一边备用。今天呢，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简易的调制酱料的一个做法，按照这样做不比外面吃的差。下面呢，我们准备大蒜50克，我们改刀把这个大蒜呢给它切成蒜末，这个蒜末呢一定要切得碎一些。切好的蒜末呢，我们把它放到碗里备用。再准备小米辣几根，给它切成米辣圈。切好的米辣圈呢，我们也放到碗中备用。下面呢，我们往里面加入我们的沙姜酱。沙姜酱是蒜末的一半，沙姜酱的制作方法在以往的视频里面讲过，在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。下面我们就用热油分多次倒入到碗中，激发出沙姜与蒜的这个香味。下面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后，我们加入蚝油一大勺，生抽20毫升左右，白糖5克，食盐少许，再次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下面把酱料呢均匀的舀入到生蚝上面。然后把生蚝凉水的时候，我们放到蒸锅中，上气之后蒸2至3分钟，记住全程一定要大火，千万不要小火。时间到了后关火，我们揭开盖子夹出生蚝，这样一道美味的沙姜蒸生蚝就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生活不易，美食永远能带你温度，你学会了吗？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，请收藏、点赞、按钮每日消除。